好久没玩上单杀过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小丑上单这个英雄啊，就是打不高，英雄就会被限制。就是会玩的根本不会去追，那你放多少个盒子都没用，就是不追，除非打下路行，打上路上路小丑永远。这个英雄受限了。我这把本来要玩个什么来着？我们要玩个卡莎来，下把我玩卡莎，你他妈咋的呀你呀？你咋的呀？怎么的？你回不回？我问问你，你到底是回还是不回？我能让你回吗？我能让你回家吗？我问问你。我吃个药来，咱俩谁也别回啊！掠夺吧！你回了，行，你回吧，你回吧，你回呀、啊，你回，哎呀，我们没交技能，他交了个技能，我们血赚。早知道这个药不吃了，还有踢踢呗，那踢他不是个技能吗？我没用技能，他用技能，他亏了，白亏。First blood， 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我把疾跑摁了吧，这把不摁了啊，这把疾跑咱就不摁了。我先把他骸骨给他打了，要不然那三级挺吓人的。等会儿啊，把外边的网页关了，有点卡。哎。这啥玩意儿了啊，三杠零了。有点快了吧，这三分钟死杀。坏了，鳄鱼四级，我一级。咋的呀？你又能咋的？人在塔下，我刚才要是有三级，我就上去杀他去，但实在是没有。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我再砍，哎 ，OK， 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好，这波我们需要杀他一波，要不然就会很难打。操，这金克斯走位行啊，能这么晃的吗？我正要去，
行动吧！先把兵线稍微清一清啊，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动手了，这是唯一能杀他的一波机会，这波很关键。歪了，哎哎别，哎呀！歪了，我操！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这兵线应该打架呀，这兵线打没问题呀。不是我刚才我闪现拉开完事后续追击没啥问题呀，这兵线咋的了？我正要去，也不太懂啊你们。脱了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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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了哥。没问题，扣中就杀了。对呀，本来也没问题呀，不是扣撇歪了的问题吗？给我来了一句，这兵线也敢上啊？这是兵线，这跟兵线有啥问题呀？那不是 Q 撇歪了的问题吗？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还行，换他一刀。他咋那么装逼？我正要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谢谢爱捣乱的艾克西的阳光飞机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，吃我一斧。人家打野好像不太行，
给我扫一下塔呗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帮我扫个塔？我有点装逼了，能不能帮我扫个防御塔？看来是不能。哎呦大呀，我现在其实都不一定能干得过他。稻草人来了，没用啊。哎，沙漠皇帝，我操，能给他推过来吗？哎呦我操，稻草人，我蹭蹭 nice。来了只鸡，终于有点热闹了。掠夺吧！力量接近了，再来个15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我们家24令，我才发现啊，这不布甲鞋。他配吗？他让我，他配让我出布甲鞋吗？不太配吧。哎呀！哎呀！我切切切！这个2塔开大干啥？加攻击力呀、啊！掠夺吧！哎，你他妈咋的呢？你咋那么狂呢？你给我狂啥呀？你有什么好狂的？有辅助这么狂？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蹭蹭打不过，溜了溜了溜了，上击，德曼西，好高的伤害。
一呢没点着人儿，滑过来了，正好滑的时候鼠标飞了。我正要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An ally has been slain. I like the key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The machine!哎呦我操了，我他妈打一个骰子打一个骰子，我的天哪，我是真服了呀。小龙，小龙得打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哎，可以啊，八百五。他也能值八百五，小龙拿了吧，稻草人总不能有闪了吧？上面打了个卡莎的闪，打了个拉克斯的闪，打个小龙吧，但我打小龙这边 AD 过来了怎么办啊？我操，这怎么办啊？能不能来个人救一下啊？这那黄子儿龙不打，那你过来帮帮忙也行啊，这真抽烟，这家伙！再见，你们的新皇帝！来杆黑切吧。这位置是不是有眼？总共扣他，勾他。过来把这卡莎包了，我们把大龙拿了。
哎，切切，我哎呀，又他妈闪！我正要去。哎呀，阿敏了。真难打，正面抓杀野区还得死。现在这游戏真是比哪边菜。掠夺吧！不比上线，比下线呢。1200。力量接近了，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坏了，皇子一 Q 过来没人旁边。哎呦啊！再杀一个吗？跟我追！这么多闪现吗？嗯？这么多闪现吗？我过来把这鳄鱼给我杀了！你别抓他呀，抓他不杀你了吗？你给抓走干啥呀？你别回来！我们俩打他就完了，你别回来。你别回来，别回来啊！给这鸡吧。哎呀，这鸡回来还死了。这家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我都打冒汗了，打不完呢。别卡我呀！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我卡我走位呢？能拆不掉了，拆一下试试啊！我正要去。我这个位置薛微是有那么一点危险，行动吧，因为鳄鱼可能会过来找我。咋呀？啥意思？小龙，哎，这沙米拉啥意思啊？这一扣都能一扣白来，哎呦我操！我再砍，我再砍。好嘞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你不一定能干得过他，算了。哎呦我操！我们家的 AP 伤害也有点高，可能得出个那个可能得出个紫炎之力啊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
让我出深渊，紫炎之力啊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！行动吧！扎米拉怎么又有个红呢？抓他呀！哎，你误会了，还要单挑我、啊？我俩打大龙行，我怕他抢不着。哎，他没惩戒，真吓人呐！吓死个人！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有点害怕。问题不算太大。查眼儿，查眼儿，蒸汽机器人，蒸汽。没事，不用查了，我直接上高地。你们中路耗着吧，鳄鱼推不过我，我们直接上高地啊。哎呦我操，我盯没盯出来。再不行就投了吧，不是那么很配赢啊。那机器人打着打着回家了，搁泉水里边一待，也不知道要干啥，家也不守，太愁人。你告诉我一下，你干啥去了呗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干啥去了？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接朋友。那没办法。态度挺好，态度有个屁用。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